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不仅是法鼓山的理念，是师父的宏愿，同时呢，师父说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发的愿。那么我们该如何发愿，如何在生活里面实践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发了这个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样的宏愿，你也在一步一步的实践它。那么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众生啊。那么您也说这个这是一个众生的共愿，众生也可以发这样的愿啊。那么如果我们发了这样的愿，我们怎么发，怎么实践，在生活里面如何落实？那就请你加入我们的法鼓山，来共同啊推动法鼓山的理念。其实陈小姐你已经在跟我发了同样的愿了，要不然你不会呀、来这个主持我这个节目，担任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你就是已经发了这个愿了，就是我的同愿了。同愿的人呢，就是共同在一起推动同一个理念，或者是呢同愿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在向同一个方向来共同努力，这也叫做同愿的。是，所以说我们今天法鼓山的这个信众已经呢有30万将近40万人了。那么这些人都是因为我的理念，也就是可以说说我们的理念，不是我仅仅我的理念的。那么大家认同这个理念，因此呢他们也发了这样的一个愿。我称呼他们呢为法鼓山的鼓手，每一个人都要认同法鼓山的理念，接受法鼓山的理念，来共同来实践法鼓山的理念，推动法鼓山的理念。那么这种人就是我们叫做同愿同修的人了。因此法鼓山这个名字也不一定啊要在我们这个山上面，法鼓山并不是一个一定的一个地点，或者是个地名，或者是呢一栋建筑物，一群建筑物，不一定是这样子，而是一群人，或者是呢许多许多的人共同发了同样的愿，来推动这个理念的人，我们都叫他法鼓山的会员，或者是法鼓人。是，那么法鼓人就是同样的又发了同样的愿心了，同样的愿心。比如说我问法鼓山呢要办种种的教育，办三大教育，然后有大这个修院教育，大普华教育，大关怀教育。那这个三大教育让我一个人做不起来的，我不可能把三大教育全部做起来，甚至于一个教育都做不起来的。因为这个理念的这个被认同，那因此呢结合许多共同共愿的人来啊接受他，推动他，这个赞助他，那么因此呢这个三大教育就成为事实了。是，还有呢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没出钱，就算是好像没有参加我们法鼓山，其实不一定参加法鼓山的会员不一定是出钱的人，有的人口碑用语言呢来说，来传播法鼓的法鼓山的理念，他们这样子的人也是做着法鼓山的这个理念的推动者，也是我们同愿的同心的人。另外呢有不同宗教的人，他们不一定是法鼓山的会员，也不一定是我们的信徒，可是呢他们也赞成我们的提升人品的这个观念，也赞成呢人间净土这样子的一种想法。他们一方面接受，一方面也在赞叹。这种人我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同愿同修的这个人。所以是要发这个同样的愿是非常容易的，我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说我今天呢我们这个理念的这个推动和影响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些
几十万的会员，而是呢间接受到影响或直接受到影响，参加我们或者是没有参加我们，他们只要认同，只要接收到了，那也算是我们同院的人。是，那么师父就说这个提升人的品质哈、啊，可以从自己做起。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像师父一样去办这个三大教育的话，那我们从自己做起的话，师父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从自己做起更简单呢，只要你自己能够从你的行为上面，我们行为应该包括三个部分，这是这个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心理的行为。是，从这个三种行为方面呢，能够提升你自己、成长你自己。第一，你自己感觉上你自己啊，烦恼少一些，你自己感觉上啊，你待人的时候你有慈悲心的，你感觉上啊，你自己和人相处的时候比较更和谐了，还有呢，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人气质比较更高一点了，你的这个修养啊比过去更好一些了，那就是你自己在提升了。那么这是不是说有一种啊这个一种标准呢，一定到了什么程度叫做提升自己的品质，这是啊这个没有止境的。这个人呢，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的啊，就是我们自己要常常感觉上有做一些反省。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知错啊、认错啊、改错啊，那也就是成长自己啊。所以是成长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啊提升自己的品质了，然后呢你能够影响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感觉上你这个人呢、啊、哎真是跟过去不一样，每天觉得跟人家不一样，这个哦今天又成长了一些，明天又成长了一些，常常有人呢就是四比三日能够光目相看，那也可以讲就是提升自己的品质，已经目的已经达成了。是，谢谢师父开示。阿弥陀佛。那么师父告诉我们，提升人的品质可以从自己做起，就是从自己知错、认错、改错做起，每天不断地追求成长。那么不久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品质真的提升了。也欢迎您继续在下一集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